好，朋友们，下面啊，我会将为大家介绍一位组合。那这个组合呢，是中法组合，也是我国第一个中法组合。中国美女叫苏娜，法国帅哥叫小文。我们把掌声带给两位好吗？好，解迷离，欢迎。Looks like a war.